Se so.馒头不要吃馒头，来我馒头啦，我馒头啦。喜欢看着窗外观察事物。这天夜深人静时，爸爸突然觉得好像有股视线在盯着他，顺着视线看过去，原来是东东正在紧盯着苍蝇。虽然东东专注着苍蝇的一举一动，但他时不时还会往旁边偷瞄。